想念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我们的慈济的仁义会来看我们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嗯，小朋友们好。伤口让我看看好吗？来，我们就把张开。哎，对，纸张开，我看看。第一次来拜访他们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最迫切，确实就如他们的组长所说的是，牙科真的是最有这个需要。当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仁义会来进行牙科义诊的一个过程中，其实你从他的一个设备前置作业，或者是中段作业，甚至于是后端的这个作业的过程中，其实他们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用心，其实是感动。抱抱，好不好？等下来，来，哎，来，对，最乖，最乖。抗拒的问题，其实一般人也会很抗拒，只是表现得没那么厉害而已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那在机构里的朋友，他们抗拒的是比较大，手脚都来。仁义菩萨，真的是我时时刻刻。都是呢，不离感恩这两个字。人间疾苦，苦难偏多。人生啊，莫过于病的苦。所以啊，我们的仁义菩萨成立了，这样哪里有苦，我们呢？就哪里去活动的义诊很重要，时常听到了仁义菩萨到偏远地区去义诊，我都很感恩，真的是感恩，都是呢菩萨一条大道啦，你我同行啊。又是呢更感恩也赞叹的，那就是那些语气，那一些呢用具啦，也可以就地用，也可以搬出去用，很多的都是呢很好用啦，很感恩用在呢救人，用在消除苦难，真正是吼，很感恩这样的因缘会合啦，有这么多的仁义群，我们大家共同的爱心，那要人都汇合起来，气才会很旺盛。我们呢，要帮助人的机会，跟那一份的。的心是彼此勉励提升起来的，这呢力量是很大，这为社会为人群实在是真帮忙真大啦。似乎最近常常讲生命的价值，就是发挥对人有利益。其实呢，大家人读医啦，学医，学会了一把好功夫。这一把好功夫呢，不是换金钱的，不是赚钱的工具。最重要的是利益人情，人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应时而付出。这呢是上计的，所以很感恩各位仁义菩萨，开业的也好，他在开业很忙，要义诊的时候，可以呢把门拉下来，常常也听到了，把家己的房价排开，
门拉下来，就开始了一诊第一。这都是哈难为能为，一般的人呐、啊，哪有可能？那就是呢，因为发起了菩萨心，以众生苦排第一，众生的苦难排在呢我们生命中的第一。这实在是哈很不简单，你们都做到了，现在在。师父身边的这一群人医啦，回来在花莲的，还有呢，现在在我面前的师父的声音，那我的影像也在你们的面前，这也就是佛陀呢，2000多年前呐、啊，他的意愿，未来啦，这样的神通广大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的神力品神通的力量、啊、都一直在提起了神力品。神力品呢，那就是打从内心心脑合一啦，一念骗三千，一念心啦、啊、就可以呢很快速的延伸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心知我心，我心知你心，彼此呢，我们力量汇合，这样要照顾社会啦，更通透，更有能量，这都是我们大家要来努力的啦。要说的感恩事真多啦，那代志道理是安呢，没有人去实践它，那就是虽然道理是道理排在一边，但是呢，没有人去铺路，铺成路啦，就没有人能走过来。干那这里道理摆底下啦。路无去甲铺出去呢，那就是无人会当行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呢，总是身体力行，把这一条路铺出来了。期待我们现在铺啊，那是往后人走，往后的人啊，可以继续走。所以我们。还是呢，请医师菩萨调位代起啦，我们落实做就对了，把握每一分秒钟，每一天呐、啊，做了就是我的拥有，你的拥有，你不做，肯定这一条路你没有走过，哪怕呢。路是铺平啦、啊，你不走路不到，你不做道不成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把握时间。师父现在也是在把握时间啦、啊。每一次，我若感觉讲，哎呀，想起了，现在呢，不能不面对现实啊。现实的时间，现实的年龄，现实的身体，一想到了现实，总是呢，也会觉得时间够剩偌济啦。哎，想到了这里，我自己是啊，时间够剩偌济，再反扑自己一下，从头来，因为呢。自己要存五十，记得当30多岁迄个时，迄个时，实际在困难中如何踏出来的，如何走过来的，这样一步一脚印呐、啊，现在不知觉呢，
也已经50多年了啦。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常常也是在病啊，用身体有病来做借口，那就会这个50几年都会了去，没有今天。就是呢，感觉有一天我就是做一天，把时间做了，走都丢了，我还不都是一样的啊？虽然呐、啊，老病缠身，可是呢，我也认为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我绝对不浪费这一心一次啦，绝对不会有变异过。